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华山的暴力 PK。 冠亮方这边啊，兄弟团队队长方白驼山少主啊，两个顶尖的暴力团队在华山相遇了啊。那冠亮方双血神木一狮驼华山加地火的组合，开了一把鸟阵，那对面双凌波一狮驼华山加地火的组合开了一把虎阵啊，也是被冠亮方鸟阵拿了一把大克。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谁能拿下啊。兄弟这边是拿到了一道四速，毕竟鸟阵本身兄弟他这个团队速度也加的比较的快啊，一把鸟阵切进来一刀四速啊，一刀四速就意味着兄弟这边只要他手里有酒，他就可以实现一个无限刺豪。那本身兄弟刺豪玩的就多啊，这个大家也都清楚。夜罗刹开场，冠亮方啊，第一回合直接就是点杀对面的地府，因为兄弟这边也怕小丛点杀啊，他也怕小丛点杀。本质上啊，他是玩慈航和小死亡啊，他的两个核心，一个慈航就是一个小死亡嘛。一旦被对面的小丛点倒啊，你这慈航也就玩不出来啊。所以冠亮方开场就针对对面的地府，思路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，就看对面能不能拿下冠亮方的地府。连环戒直接跟啊，冠亮方倒是一点也不贪心，直接跟了一把连环戒，顺利的先将对战方地府摁到再说。哎，这个是地府吧？啊，是地府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兄弟的核心也是地府嘛，对面主要是前排这一波高连高攻林中鸟的宝宝有点太狠了啊，那个点杀能力非常的强，而且带着林中鸟能当一个小狮驼去用。冠亮方已经是全员残血，宝宝直接往过跟，没出连击，再来没打着，再来2700163，再来2100，林中鸟再跟一下，那冠亮方地府也是顺利倒地。这样的话兄弟也是暂时丧失了战斗力啊，没了地府啥也不是了，这太现实了啊，太现实了。熬吧啊，熬个三回合再说啊。当然对战方的地府三回合以后也站起来，现在场面上还是对战方稍占优势啊，毕竟他这三个物理系也都还在。再针对冠亮方这边血神墨两下直接敲死，再来一个破血，狮驼也被敲死。仅仅两个回合啊，冠亮方面临着被团灭的风险。连击，再来一个林中鸟，连击，再来一个林中，哎，见到四方套，这小狮驼，再来林中鸟，再出发见到四方套，还能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，还能再打一下，哎，没了，嗜血追击呢？啊，套装打死的是不是不触发嗜血追击啊？啊，我记得好像是啊，有这么一个规定。哎，冠亮方早早第三回合就开始慈航了，有速度啊，这就是速度方面的优势啊。对面清冠亮方夜罗刹清的是真的快，哈哈，也太快了。这场比赛啊，冠亮方慈航少不了。啊，跟对面对标面伤，对面的主要输出点还是在两个凌波尘的身上嘛。啊，第一个是凌波尘他爆发高啊，第二个是他不需要休息，给到冠亮方这边的压迫感啊就会比较的强。感觉兄弟这边又得慈航了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兄弟在清对面的宝宝方面能力太差，捡到四方套，这又得慈航了啊，还能再打一下。冠亮方狮驼倒地，来触发嗜血追击，化生四点着防御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化生四一倒地，兄弟直接就崩盘了。
但是观众方化身四还是选择了一把磁王，赶紧解掉小锁。但是观众方选择直接换须弥跟对面拼命，一把玉清啊也可以，有这么一把大特技还是蛮舒服的。这样的话啊，双方地府都可以站起来，都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反杀能力了。观众方再换须弥，硬跟你拼，破血再来，再压血石墨。小锁是有了啊，但以兄弟现在这个状态不太好点杀啊。化身四倒地还不错，化身四倒地了以后可以稍后可以慈航满血站起来啊，这个是蛮不错的。再来，哎，这一波宝宝呀太养眼了，拉起地府，小锁直接挂啊，就等这个。但是对面这个小锁是挂给观众方倒地的血神墨，但是由于他早早倒地啊，导致了对面主要也是最后一个出手的啊。哎呦，这地府倒的亏了呀，这一波对战方血亏啊。地府刚站起来啥事儿没干，给宝宝挂个小锁没了。目标选择啊出现了一定的偏差，主要是对面输出太高啊造成的这个局面。赶紧得把对战方开场的这一波宝宝清一清，这波宝宝可太狠了。哎，关长皇又到了慈航的好时机啊，咱们看一下谁来慈航，不太好确定。他是现在好像是五个慈航点了吧，师婆好像也带着慈航了，再倒地，对面啊也是再一次将关长皇这边团灭了。兄弟现在场上缺两个隐身宝宝啊，一个不太够，最起码缺两个。剑道四方，林中鸟，哎，怎么打得没完没了？哎，又是一把慈航，关长方这边啊，已经是放了三把慈航，数不清了啊！对面现在还得熬到自己的地府站起来，慢慢熬。善恶套，血神魔倒地，这样的话，其实兄弟他一直缺一个血神魔的输出，啊，因为两个神魔一直交替慈航，老是缺一个血神魔的输出，这样给到对面的点杀压力是非常小的啊。黄泉之息，血雨再扔，小锁都不挂啊，点化身不挂小锁，是不是有点亏啊？小锁王这一回合来好像刚刚好啊，这个时间把握的刚刚好。哎呦，但是对战方卡了一个藏身大金舍身取义救过来了，连环击直接给吧啊，连环击给过去，观战方倒是也有点亏啊。但是没办法，你想点化身，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。这样的话兄弟已经是四把慈航了，四把慈航打了七回合啊，啊还是选择了飞机。这波点杀没有成功，难受啊！稍后对战方地府就可以站起来啊，站起来，对面还是要给观战方去挂一个小锁啊，还是得用小锁。地府就这点作用啊，就这点作用。打了半天啊，兄弟这边就清掉对面两个宝宝，嘿嘿嘿，清宝宝能力实在是太差了。8400，再来啊！对战方也是狂刷数据，观战方刚慈航过啊，这感觉又得慈了。天上刮起了风，对于对面这种顶级三狐狸来说啊，确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好消息。看看对面有没有带风灵珠啊？应该是会带的。
啊，风铃珠带了，啊，风铃珠也带了。哎，狮驼竟然没有风铃珠，嗯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。那关掉风啊，也是再次被团灭，啊，又被团灭了。哎呦，这种神佑了啊！打了半天，辛辛苦苦神佑了，来连接。关掉风狮驼这边带的神佑武器，对面直接把开场的宝宝换掉了，换成了一个瞬间，还是把关掉风狮驼带走。现在关掉风全员倒地，这宝宝还带感知，感觉好全乎啊！对面地府站起来第一件事，先打鬼眼，亲亲关掉风这边的隐身宝宝。化生死回口，对面地府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。破血狂攻再来，哎，还剩下一个，看你兄弟翻盘。啊，咱们看一下兄弟怎么翻盘，拉起狮驼，直接嗯，啊对，直接上连环技啊，是倒地了，没有显示风铃珠，不是人家没有风铃珠，但是这个宝宝关键时刻神佑，又扛住了这么一回合。啊，对面狮驼是有风铃珠的啊，人家是有风铃珠，刚才倒地没有显示出来，对面直接两个夜罗刹，关掉方先拉狮驼把对面夜罗刹清掉再说，不然辞不出来。但是还是选择了去拉起化生寺，化生寺163再来一下，两个163一把慈航。好，那第二次是武器上的神佑啊，第二次不是163了，第二次是武器上的神佑，那这样兄弟也是顺利的放出了自己的第五次慈航啊，第五把慈航，而且反手把对面的狮驼摁倒在地。关键时刻还得看脸啊，脸才是最主要的输出。梦幻秀它有意思啊，就有意思，有意思在这儿了。你不到最后啊，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状况。两个夜罗刹你就是守不住尸体，他有武器的神佑啊，他有163，你看啊，又出163啊，当然没关系啊，以对面的输出啊，在接下来的两回合之内啊，也是可以将关掉方再一次全部摁倒在地啊，两个回合足够，你看这输出18000暴击率跟闹着玩一样啊，完全发挥了凌波城的门派特色啊，物理暴击几率，两个夜罗刹还活着啊，神了一个，又是一把慈航啊，那关掉方第六把慈航已经是释放了出来，这一波仅仅揪起了一个化生寺小死亡，哎，得靠这玩意儿，这就对了啊，把关掉方人点死啊，其实对面也应该发现没什么用，他老慈航，哎，还是得小死亡来，这个时候啊，又是10000多，关掉方这边直接换出一个地厅来，想要打一波反击，兄弟的地厅质量还是蛮高的啊，啊，但这个东西你不能跟豪门比啊，就是跟一些普通团队来说啊，兄弟这个地厅的质量就已经是蛮高了，10000，这10000数据不要钱呀啊，啊，再出163。关掉方放出了自己的第七把慈航，好家伙，战敌加上，战敌加上，就看这个地厅的速度，啊，这个地厅的速度，3-5里的速度也不慢，战敌再加，小死亡再点关掉方的化身四，关照万象，看一下这一眼睛能瞪出个什么结果来，来5000，好像。蛮不错的，哎呦，这个吸收啊，哎呦，这个吸收可太嗨了呀，看一下队长方地府有没有带这个法宝啊，带了啊，玄骨星盘，玄骨星盘啊，可以吸收属性法术，就这个玩意儿，也是啊，将兄弟这边这么一个地厅的伤害啊，吸收了很大一波，但现在场面上兄弟
已经是有了一个暂时的优势了啊。局势因为这个谛听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，观战方继续解掉身上小爽，直接换大海腾啊，超级鲲鹏登场，水击三天咬他一口，但是咬到了个宝宝啊，就咬个宝宝有点亏啊，说句实话还是有点亏的啊。来5800，再来5800，差一丝丝血，对面解掉小死，对战方也要秀慈航啊，双方都有这么一个操作啊，这是全场的第8次慈航，对面的第1次慈航啊，对面就这么一次，让兄弟刚才谛听打出的所有优势已经是荡然无存。没关系啊，兄弟这边还有慈航，还有谛听啊，还有谛听，刚才那个谛听打出优势全没了啊，一把慈航全部抵消掉。这一波下来啊，观战方就剩下一个残血神木了。哎呦，丝血神木，小爽直接给你。观战方选择出宝宝啊，就靠这个隐身宝宝扛着啊。对面的鬼，哎，哥哥你鬼眼呢？还是把观战方血神木给弄死了啊？那这样拉起自己的血神木，再换一个隐身，看你兄弟翻盘再次出场。比赛很刺激啊，对面又是换出了一个夜罗刹啊，还想守住观战方这边的尸体。当然随着前期啊这么一个163的不断触发啊，观战方这边触发163的几率啊也基本上是没有了，所以对面夜罗刹用来守尸体也更显得得心应手。来一把延长扔一扔，连环接5000啊，直接处理这些龟速宝宝啊，不处理不行了，而且得果断一点，不能磨磨唧唧靠打面伤了啊，直接就连环接就上了。因为兄弟这边使用几率确实比较高啊，平时看兄弟比赛看得多的也都知道啊，他的宝宝都是些一刀货啊，所以自然而然这个神用啊就看起来会比较多一些。小爽再挂啊，这个命中率还是非常到位的。如果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，感觉兄弟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了啊。来再出现兄弟翻盘，一把延长，感觉比赛要结束了。猎食壁垒4900，观战方是不是摸底久了呀？啊，我感觉观战方是不是没酒了呀？啊，没酒了。没酒的话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胖啊，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记得帮我长按点赞，来一个超级推荐，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啊。整场比赛8次慈航打得险象环生啊，双方来来回回节奏非常的紧凑，不管是对面的输出还是观战方的谛听啊，都增加了很多的悬念，有意思，拜拜。